这个球篮土表面都有点泛白了，可能是缺水了。哦，果然是比较青了，因为这个在淋不到雨的地方养花，早上还是要浇水的，因为老天给你浇不了呀。所以现在给他们浇一点水。判断这个盆土是否要浇水，我一般用两个比较常用的方法，一个就是看这个盆土表面的这个土有没有泛白，如果这个盆不会是特别大的那一种，它泛白了，那就要给它浇了，尤其是像夏天这一种水分蒸发非常快的时候。还有一种就是百试不爽的一个方法，就是颠盆，看这个花盆的重量。一般这个比较缺水的花盆拎起来是比较轻的，应该说很轻很轻，一上手就能感觉得到。这两盆也来一点。这一颗龙土珠现在在花期，蓄水量也很大，给它浇一点。OK。